我就出三三天，我闺蜜也回老家，你就啥也别寻思了。我要回来发现机子跟我不一样，你是病。你是有啥意思啊？给我2000块钱，要我就跟人说你非礼我。啊，叮叮叮，我是聋哑人，你要干什么？给我2000块钱，不然我喊人说你非礼我。你能说话？这就是证据，知道不？要不给我2000块钱，要我现在我就报警。微信还支付宝 ？QQ，QQ， 报警！哎呀，别！走吧。支付宝到账2000。小哥哥，啊？加你个微信吗？那个微信就不加了吧，我女朋友脾气不太好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完犊子了，女朋友吃醋了。刚认识谁啊？管我要微信号呢。我没给。哎呀，怎么老有人要你微信呢？你看我长得帅，那你说咋整？我是不是应该宣誓一下主权呢？那今天你也没带皮套啊，那咋整啊？啊，要不回家的吧，然后你挑个你喜欢的，我带呢，行不？那今天咋办呢？不行。那你这也没有卖皮套的，那咋整啊？你等我，我上个厕所。Later， 你咋了？肚子疼啊？你把手伸出来。咋的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这么啥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快把衣服穿上！你干啥你呀？五颜色的前面给我。你喜欢吗？你纯纯你有病！快走，给我回家了，快走！你那净掀了，走。喜欢吗？有病你！我老婆蹦迪蹦到凌晨3点才回家，看我怎么整她，兄弟们！哎，老婆，你这么早，你准备干啥去？我公司有点急事，让我回去加个班。啊，太辛苦了啊！那你赶紧去吧，然后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啊，去吧，来，好嘞。喝完酒如何正确回家？嗯。你他妈还说回来呀？干啥呀？喝多少啊？喝到现在？我没喝多。还没喝多，跟谁回来的呀？谁送你回来的？我那个我这啥朋友，然后你出去跟他说一声吧。嗯。哪呢？哎呀，前女友。哎呀，这不我前男友吗？咋了？跟我分手之后处几个了？关你屁事，用你管呢？一个怎么了？还没，还给你一个没。我都处。我要结婚了。我。听说这个东西隔音效果不错呀，啊，我来看看咋回事啊，试一下。那上了娘们。世俗总要男人无知。哎，不是，哎。做人做事。来，宝宝喝奶茶。你给我1万块钱呗。不是，咱俩啥关系啊？你不是我女朋友吗？那应该是借吧。哎呀，媳妇，就咱俩的感情可以忽略结婚和恋爱，直接问结果。那好吧，那我给你转。前妻。这都到我家楼下了，要不要上去送饭？我还没准备好见你爸妈呢。我爸妈没在家。哎呦，那你不早说呢？我今天我有事儿，你早说呀！哎呀，因为我觉得比更重要的事儿。我约好了，我一会儿去网吧跟人打排位去，那我不能坑队友啊，是吧？你下把你提前说啊。哎，这饭也吃了，电影也看了，咱俩啊，算上账是吧？我俩一共花了420，你给我210就行。啥呀？不是，我说咱俩啊，想占我点便宜是吧？哎，想调皮。那你这么的，你给我转200，那10块钱不要了，行吗？嗯。啊！别给我掉了小脸子啊！听着没？明天200必须给我啊！你有话咱就好好说，能不能别玩冷暴力啊？我跟你，我一句废话我都不想说啊！别说了。我买42了，但是
没到货。我在楼下超市有卖的。还是太贵了。我不差那点钱，但是我没买，因为家里就有一条。我操！进屋媳妇儿，进屋。你对我一点都不好，你对别的女人都比对我好。我对你最好了。那别的女人是谁？啊，哪有别的女人呢？那什么叫你对我最好？那说明你对别的女人也好。你别跟我搁这绕了，媳妇儿，你要买啥你就痛快说。我今天什么也不想买，我想知道别的女人是谁。这么的吧，明天给你买一个包，行吗？再加两个口红。行。你什么事儿快点说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个我就想问一下，男女生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有，咱俩就纯友谊，咱俩就纯友谊啊。我老公今天在家，等老公在家给你打，等老公在家给你打。哎呦我的妈！